做的朝天椒，这个觉得多好，可以啊，朝天椒的、哦、对啊，那一丢丢就好。好，以前的翻译叫 Meatball， 但是希望从我们现在大家年轻的这一代彰化所有的霸王面可以开始讲，让它证明成霸王，让外国的客人可以知道霸王就是我们彰化特有的东西。肉圆的台语版客博台风之前也输到上面的瓦片，因为台风来了以后屋顶被吹走，就是我已经剩下三片完整的瓦片，那时候是我爸爸把它剪下来，然后一直跟我讲说这是我们的根本这样，然后不可以因为 外面的重新整体装潢了以后这是忘本，机缘巧合所以想说刚好可以重新装潢，然后再加上地震有些墙壁裂掉了，然后瓦斯管线有些问题。那一层前面摆摊的旧照片，民国70年新闻报道的照片，赫伯台风来之前的照片。